顺位进入新东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严永辉，来自湖北孝感，今年29岁。严永辉，14号。男嘉宾，你平时做事情的话，你会采纳身边的人给的意见吗？还是说不听，我认为的就是最好的？如果说他说的比我有道理，让我相信他这件事比我好，我会采纳他的建议。如果说我的建议比他好，我会接受我的建议。谁来判断谁的建议好呢？我就拿时尚这个电影来说，当然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比我资深的前辈，如果说他说的这个比我专业，比我有更加的他的独特的见解，那么我会采纳他的建议。我如果说我比他的，我采用我自己的，我还是比较执着的。这样你满意吗？14号这个回答，他有一点点的小自恋。我不是一眼就看上去那种很帅的男生，但是我偏偏用才华弥补了他。好，4号。我看您刚刚一直在强调时尚这两个字，假如您和您的女朋友出门，然后您的女朋友觉得自己穿得非常的时尚，但是在你的眼中觉得她穿得很土，那您应该怎么跟她沟通呢？你应该这么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，你们俩一起出门的时候，各自都对自己的时尚品味有迷之自信，但是相互鄙视，怎么办？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如果说我爱她，她即使不打扮我都觉得她好看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时尚的话题我们能不能稍微告一段落了？我们谈一谈你们分别都有哪一些3分钟热度的事情呢？2号，之前办了一张健身房的半年卡，然后我只去了3次，我每次就待5分钟，拍几张自拍照，拍完照我就回家了。这是不是江振宇最鄙视的那一类？而且每次都化的是那种浓妆，就是化得很浓，然后各种配饰都会带得很齐，还会穿个高跟鞋，然后你穿个旗袍在跑步机上咔咔的这样跑、啊。其实以前我的体重是有68公斤左右，但是由于一次我为了拍一个短片，但是呢太瘦了，我就想办法让自己增肥。其实增肥跟减肥是一样痛苦的，你们不要认为减肥很痛苦，其实增肥也是一样的。就像我这种天生吃肉不长肉的人，我为了增肥。我们还是继续讨论一下时尚的话题吧。每天逼自己吃8颗鸡蛋，然后呢我会去健身房健身。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有很多钱怎么花都花不完，你说愁人不愁人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可以去做慈善呢、这是一个办法。看看你选的两个女生有没有留灯，来看大屏。很诚恳的一个小伙子，但是呢我建议你以后下次再相亲的时候啊，在时尚这个话题上稍微弱化一点，谈谈别的呀，谈谈个人爱好啊，什么都能谈，就别盯着时尚一直说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个人建议。好的，谢谢孟辉老师。好，也谢谢这个平台，谢谢在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感谢我不可以。大家好，我叫于西淼，来自山东，现在在北京工作，工作是一名足球解说员。12号，男嘉宾，就是我在网上新学了一个躲酒方式。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是个酒杯啊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这不是酒吗？就想和你干杯酒，就是这个是酒杯，然后你喝了，我随意，酒没了呀。下次你可以试一下，很火的这个，而且很有用。你没听懂吗？我听懂了，我是在确定您是认真的吗？这个是。对对对。但是你不
不觉得调节气氛倒是很有帮助吗？你可以试一下呀。如果是这样的技巧的话，同样的，我觉得我会的可能更多。我觉得您这招的话，可能危险系数太高了。女生用一下可以，男的慎用慎用。嗯。那男嘉宾你那么实在的话，你还是认怂吧，我觉得。对对对，认怂也没有什么技巧。我的同事他们就说，只要没有底线，一切都好办。他说喝，你不喝你是儿子，爸，我不喝了。四号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妙招，我自己会带一些特种兵生榨椰子汁，这样既可以巧妙的躲酒，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啊。九号。男嘉宾，你可能不太能喝酒，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我可以为你挡酒。酒量很好。关注我一下，谢谢，很喜欢你的声音。三号。男嘉宾，你做足球解说员的话，会有很多饭局什么的吗？我前两天有一个解说员朋友结婚，就是很多，就是聚集了一群解说员在这个一起吃饭嘛，就一群每周都要熬夜熬大夜的人，就个个都是面色发黄发黑，然后头顶有些秃头。我看黄健翔还可以啊。黄老师这两年因为毕竟熬夜熬的少了，所以说就还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他在中国足球解说界的还可以吗？不是还可以的问题，就是黄老师。就是第一人，就是历史第一人。太好了，我朋友很少，此人算一个。我又问他，那第一人，我说那是我朋友，他说这个人不行了。我说那也不太熟。而且黄老师不止解说足球厉害，他就是我说我很向往的一点。他有一次上这个高晓松老师的节目，全在聊他当年在外交学院的那些故事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足球解说员应该有的，就他足球只是他的一部分，大部分还是生活多一些。老黄，你看我们节目吗？有没有觉得特别骄傲？他上次见到我的时候聊的都是烤串，然后再扫地收盘子。自己决定吧，你的选择是。先谢谢各位老师，我选择五号。恭喜你。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酸菌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。港荣酸菌蒸蛋糕，天然发酵益生菌，酸甜柔软，超美味。因为我就刚刚提到一点，就是我在上海待过，在北京待过，就是你知道，你待够了两个地方，总会想再换一个地方待的。而且我挺喜欢广州那边的气候跟整个的感觉的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，肯定会考虑去广州。如果你有计划来广州，那我可以带你去体验一下广州的吃喝玩乐，开启甜蜜新旅程，见证美味真感情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西南政法大学毕业之后，2017年我来到上海，现在是一名律师，主要负责刑事类案件。法律实际上比很多人都想的要更加复杂，具体的定罪和量刑需要法律去实施正义，是否罚当其罪，这点很重要。因为这个职业，难免身边经常有认识的人来咨询法律相关事宜。我一般处理这种事情会有两种做法，要么就不回答，要回答就具体详细的去回答。对于我来说呢，在工作上接触阴暗面多了之后呢，就会更加有悲悯之心，会更加渴望有阳光积极向上的东西。我一直是个性格外向脾气很好的人，工作上压力大了，我喜欢自己给自己唱歌听，看着夕阳下山，我觉得这种状态可以完全的排除掉周围的干扰，沉浸在这种状态中能够放空自我。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坚持一个爱好，那就是看书。虽然电子书现在非常方便，但是我还是喜欢看实体书，因为纸质的书籍看起来更有感觉，也有一种独特的书香气。十二号。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我就非常崇拜，律师就是高智商，因为要背很多东西。谢谢谢谢。然后又要很理智的去处理一些案件啊什么，我就觉得很棒。确实是这样，但是不完全是这样。是吗？有什么不同吗？不同的地方还是蛮多的。刚才你所说的这几点优点肯定是需要具备的，但是除了这些之外，还需要具备非常多的特点，比如说抗压性要非常好。对对对。对的。你每句话说完了都说是的，是这样的，要肯定一下是吧？发现你好像在恋爱中不太会主动。关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给你分析两点啊。第一，就是视频中有说你和一个女孩子产生暧昧时间很长了，你都没有对她去表白，就维持在暧昧的当中。
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误会，就是我明示过的，但是对方建议是就没有明确的去同意，但是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嘛。对，所以人家会说你干嘛老找我女朋友啊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刚刚有一个女嘉宾说关于异地恋的问题，你说的也是女方可以没事常去你那边然后去找你呀，或者怎么样的。这个其实不完全，就是不但是她可以来找我，而且是我可以去找她。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，它其实是一阵一阵的，就是说你这一段办这一个案子之后呢，你非常的忙，但是你忙完了这一阵子之后呢，你是彻底自由的。对，所以我刚才才会说过一段时间去对方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，其实也包括我去他的城市。来，20号。男嘉宾，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观察别人的细节。从你出来开始，你就一直在晃，你一直在晃，就看到我很晕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平时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吗？还是你有一点紧张？就是说平时说话的话，得看在什么场合说话。如果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那肯定会来回晃。如果说大家都是坐着的时候，那肯定是非常的端庄。好，谢谢男嘉宾。看看你选的两个女生有没有留在大屏幕。挺好的。你要总结一下哪儿不合适的呢？你觉得？其实我想听听大家对我的建议。人太多了，我不好点。两位，王兰。就是你一来以后，我们都变成那种论文答辩式的沟通了。如果说想要更好的爱情的话，可能你要从现在开始多给自己一点空间，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啊，或者唱唱歌，或者跳跳舞啊，别太理性了啊。好吧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再见。感谢我不可以住进你的眼睛，所以才